给你们点整。哎，好嘞。咱院里不容易，恭喜恭喜。不是，哎哎哎，你有病啊？恭喜。哎呀，行，谢谢啊，姐。那个，我这还有个问题，我这驾驶证拿下来了，我还能继续跟着咱陈教练一块练吗？你练啥了？你都跟着教练练3年了，那、啊、你走吧，赶紧走吧。那行姐，我开个玩笑，我知道练不了了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哎，你咋来了？你这两天不是在公司忙着呢吗？咋突然来驾校了？不是，咋的了？不是，哭啥呀？我这两天就在驾校呢呀，我哪也没去啊。嗯？不是，我这两天真在驾校呢，你不信你去问，你去问那个报名处老师，我天天都跟他们在一块儿。他们今天跟我说你去酒吧玩，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，给你发消息你也不回。不是，我真没去，我这两天我在驾校干了一件大事儿，真的，你不信你这样，咱们去问那个报名处的老师去，真的。哎呀，好了，别哭了，我等会儿跟你说一件大事儿。我等会儿带你去看烟花去，走吧，我门票都买好了。嗯，开车去。对啊。去哪儿啊？几个小时？7-8-9个小时吧。我一个人开。不会让你一个人开的，你放心吧。走。我不信，我不开车，指望你开车。你那驾照几年考的？不是我，哎，我。不是我，哎，行吧。好看吗？开不开心？六，这会儿休息时间，你陪我出去吃点东西吧，我有点饿了。快看，哇塞，哎，你看着啊，我系个鞋带，快点快点快点，花给我，给你帮我拿着手机录一下，准备好啊，停下去啊，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，也是咱们认识的第320周年。其实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儿要告诉你。给。什么时候拿到的？我这几天一直在驾校，你在公司忙的时候，我在驾校偷偷把科3和科4全部考过去了。我没让他们告诉你，就是想趁着今天这漂亮的烟花和特殊的日子，还有特殊的你，告诉你这件事儿。我想跟你说的是，不是我驾照考不过去，你也知道我一直故意不过科2，不过科3，我就是想跟你在一块儿，跟你在一起练车。我怕我科目3、科目4都考过了，驾照拿到手了，咱们就不能在一起了，也不能在一起练车了，所以趁着今天我就把驾照交给你。不过以后也没有这种烦恼了，咱们这不是就在一起了吗？以后你的下半身就交给我了，我来照顾你，行吗？